稍微和大家回顾一下，我们现在积17个积分排在第五。我们下场比赛呢，就是要和排名第一的对手利物浦来进行一场联赛的比赛。佩佩希望加一下薪水，这个当然是可以的了。另外就是现在已经10月份了，我们可以去搜一些合同快到期的队员了。看到没有好的、不错的，我们冬天可以签一签。印象中内马尔合同就快到期了，啊，大部分队员我都不认识，但是我还是先让球探去查查吧，希望能查到一些不错的。大部分队员这个都没有数值，只能看个大概。西蒙尼，这是原来在比利亚亚尔啊，还是马竞那个西蒙尼吗？长得太难看了，不能来我们队。马尔基肖都34了。两年中，内马尔合同快到期了，怎么？难道巴萨给他新合同了？那比赛主场对利物浦，我们换到首发阵容，我们自己来踢这场比赛吧。啊，马克维奇回来了，左边那个人不认识，前锋好像是个黑人吧？中场没一个认识的，后防线也没一个认识。利物浦我除认识马克维奇，剩下都不认识。利物浦这怎么了？而利物浦轮换了，所以这些人我都不认识。呜呼呼！角球，博格巴直接送进了。这个球线路我没太看清楚，是鲍尔森头球摆渡回传吗？镜头能跟上吗？镜头没跟上，我也不太清楚这球怎么进来的。好像是对方后卫摆渡给博格巴的，应该对方40号吧。佩雷亚，哦，不进，鲍尔森，哇塞！我命运真的感觉和曼联很像啊，只要跟我踢的球队，这个下周这个门将肯定能黑。抡一脚，哦，又是博格巴，2-0，应该就是博格巴价值吧。其实角度不是太刁钻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门将几乎相当于没有扑，球进之后他才做的动作，高度比较高。如果后卫不解围的话，门将应该能把这个球扑下来吧？结果后卫伸了一脚，直接垫给对方前锋。点球，点球。门将3-1。真的都是一些这个就是青年军这系列的吧，这种机会都不进，这也太看不起我们了。感觉这种球不进都是对我们的侮辱。感觉这个利物浦上了一堆替补来，我们在主场轻松的3-1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没想到我还一个这里有合同快到期的吗？伊戈纳乔24岁就87了是吧？这也太臭不要脸了。巴特利都30，才81，他不错，24岁，85，而且身高也好，然后薪资也低啊。这个巴西的前锋看似不错，速度好快，百利88，百利不错，萨纳比亚嘛，身高矮一点，那数值不错，合同也快到期。伊斯科呢？卢卡库。世界最强之一，哇塞！何塞能到86是吧？
莱托竟然去了斯旺西，怎么想的？合同快到期了，来我们这儿吧。克雷亚合同到期了，克雷亚手感也不错。迪巴拉，世界最强之一，92，我天，89，哇塞，合同也快到期了。肖可以免费签来，虽然薪资比较高吧，但我不太在乎。换到这个替补阵容，自己踢桑兰这场比赛，桑兰应该不会很强吧？桑德兰我们就不看首发名单了，真的不是很在乎。啊，管一次进球的机会。还是没接到。差一点儿，全场比赛结束了，没什么意思的一场比赛，还不如摩底过去，输了也才这个少得一分嘛。看看球探报告，莫雷诺80有消了，就不需要他了。这叫什么？扎卡81，27岁有消了，就不需要他了。25、79，将就吧，没有速度，只有控球，没有身高，这不就维莱蒂那种吗？但是在客场，我们换到首发阵容模拟过去吧，应该出现的问题不大。我们直接跳过吧，1-1战平了，那应该就出现了。博格巴罚进一个点球，佩雷亚伤，佩雷亚伤5周，还好。我们主场对埃弗顿，我们首发阵容体能怎么样？首发阵容体能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就不怎么样，不怎么样模拟过去吧，希望能给我一些惊喜。埃弗顿最近状态也一般。看埃弗顿都有谁？博格巴开场进了个点球，麦卡锡、德布洛费乌、米亚拉斯、巴克利、希尔瓦、卢卡库被卖走了嘛？卢卡库就卖到了拜仁去了。跳过，德布洛费乌还发射个点球，主场1-1战平，也可以接受吧。这个潜力最小，但是现在数值最高。这两个倒也都还可以，又是一个后卫，再待1个月吧。客场对西汉姆，不过联赛杯不是很重要，直接模拟过去。联赛又赢了，跳过，输了，终于输了。22号拜仁姆是不是原来利兹联的那个？啊，兰奇尼还在，佩耶特竟然也还在。啊，德派，联赛杯终于结束了。下场比赛客场对斯旺西之后的这场欧联杯，我们已经出现，这场比赛没有用了。斯旺西这场我们自己踢吧，换到首发阵容。全场比赛结束了，0-0。我们下一场比赛欧联杯小组赛最后一场，但是我们肯定出线了，只有我们取胜了才能拿到小组第一，但是我也无所谓，我们还是换到替补阵容，直接模拟过去吧。这比利时不踢自己的联赛吗？踢来踢去，都是跟小组赛这几个球队踢。跳过1-1战平了，可以接受一个结果，但是我们应该拿到了小组第二，奖金450万，不错嘛。你们中后卫希望可以加一些薪水啊！中后卫很快同意了我们的合同，耶！下比赛主场对沃特福德，我们换到首发阵容，直接模拟过去。只不过两个主力伤了，先给我换上了登和本内特，要贵。跳过，还是赢了2-0，恩沙姆进球了，阿姆斯特朗替补上来进了个球，就还是靠模拟来赢球。这期表现的一般，但是其他的竞争对手表现也一般。从第一名到第8名，积分差距只有2个积分，我们排在第5，竞争还是很激烈，但是也有机会。射手榜上，维埃托8个进球排第1，博格巴4个进球排在第16位。感觉鲍尔森也没少进球，鲍尔森也是4个。助攻榜上25名以内没有我们的人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暂时就先到这里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